姊妹们你们好，欢迎来到女娲频道每日一鼓励，希望可以持续发放更多正能量，能够鼓励更多女士们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每一天。我们一起携手互相支持，勇敢追梦，宠爱自己。多谢各位。时差的神奇力量如何让你的身体重获活力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每日一鼓励之醒目的一天。今日我们的主题是，其实做 SPA 有没有用的？时差又是不是想出来赚钱的骗局来的？时差这种看似神秘的健康法宝，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呢？同时让我们也来介绍 SPA 的功效，看看如何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放松和恢复体力。首先我们来讲下时差。在台湾有研究指出，时差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健康辅助工具，它的作用在于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，增强免疫力，甚至帮助我们更好地吸收营养。时差这个听起来有些神奇的小东西，其实就是一种搭配了磁场的刮痧工具。它的原理是利用磁场的力量，让刮痧的效果更上一层楼。通过刮痧，可以刺激我们的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身体排毒。而时差则可以加大这种效果，让身体更快地恢复活力。至于 SPA 的功效也是不可忽视的， SPA 会加上各种按摩和护理服务，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深度的放松和恢复。这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，还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压力，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。所以如果你也想为自己的身体重获活力，不妨试试时差和 SPA 啦。今次条片就去到呢度啦，支持一下，俾一个 like， 一个 share， 同埋 subscribe 我呢个频道啊，等我真正地见到你嘅支持。